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 JC 进程。那么你看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有发型跟生发的问题呢？你就错了哈，因为呢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劳累，所以呢长期都属于睡眠不足的情况。再加上呢，因为头发必须要使用很多的发胶啦、定发喷雾等等的这些产品，所以呢其实导致我的头发跟头皮一直都处于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状态。虽然我才30岁左右哈，可是已经有这个发线往上移的情况，生发量呢也变得少一点点。那么于是呢我就找了一个方法，就是找到了 Halabohair， 让我每一个定时的时间都可以来到这边好好的护理我的头皮跟我的头发。那么当然增加生发量是很重要的了哈。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也刚当了爸爸哈，我的太太也说她其实担心在生产之后面对掉发的问题，我也把她带了Halabohair了，那么让我们两个人呢都能够得到专业的护理，这就是我选择Halabohair的原因。